主料腊肉250克辅料油盐擂头50克蒜头2粒生姜红椒1只蚝油青椒1只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野盐豹子腊肉用温水洗净斩成小块青红椒切断擂头切断做锅热油下姜蒜爆香倒入腊肉煎至出油倒入擂头青红椒段加少许温水加盖冒3分钟待水收干时加蚝油调味即可。烹饪技巧腊肉要用热水清洗干净炒制的时候不需要加盐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